都说，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，这话不错。在你哭，在你笑的时候，始终陪在你身边的男人是爸爸，拥抱你，呵护你，不忍心让你受半点委屈的男人是爸爸，包容你，体谅你，尽其所能给你一切的男人还是爸爸。现实生活中，不少爸爸都沦为了女儿奴，陈赫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不，他又来晒娃了。照片中女儿扎着高高的马尾辫，身穿白色小棉袄，脚蹬粉嘟嘟毛茸茸的雪地靴，真是甜炸了老夫的少女心，萌翻了一众网友。她神情专注地凝望窗外银装素裹的白雪世界，单单一个背影就让我们领略到甜美与童真。无怪乎陈赫要感叹了，你也太美了，画面的确很美，美的让人心动，但更美的是你站在窗前看世界，我站在身后看你。这已经不是陈赫第一次晒娃了，熟悉他的网友都知道，陈赫隔三差五的就会晒出宝贝女儿的照片或视频，记录他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因为最好的爱就是陪伴你成长的每个瞬间，我都不想错过。安姐是陈赫对女儿的爱，称安姐爱粉色，他便为她买最爱的粉色糖果，还调侃道，当她面吃掉会不会馋出哈哈，我们才不信你会当面吃掉，最好的定是要留给女儿的照片中，陈赫为女儿挑选糖果的样子是那么认真，嘴角扬起了微笑，快要溢出屏幕。爱她就要给她她想要的一切，陈赫已经在晒娃的路上一去不复返了。